我媳妇还在睡觉，我学学她怎么把我叫起来。她平常叫我起床，哎，先把窗帘拉开。哎呀，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起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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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呀？起床，快点起床，起床，起床。起床！你疯了！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啊、你平常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哎，你平常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别！起床！媳妇儿，把四件套给我换上，快点儿，快点儿的。然后门口还有外卖，快点拿进来，快点儿！天天坐在这儿跟个废物一样，快点站起来，快点，快点的，我来掐你了啊！快点！天天窝在家里跟个废物一样的，你看，你快点，你快点儿的。哎呀，你别再……哎，我没。你闭嘴！我刚起床，我还蒙着呢。你先不用。刚才你是怎么赶我起来的？你都起俩小时了，快点！把这两个拿出去。平常是谁弄的？你。那现在咱们角色互换了，该谁弄呢？哎呀，我不想动了。哎呀，你再给我闭！不闹了，你不要跟个废物一样的。不闹了。这事儿你说的不对。干啥？换四件套去。你换呗。那平常都是我换的，现在咱俩身份互换，你去换，你快点去换，你快一点，不然我揪死你。我换。我数三个数，三，来来来，哎，好，那学上瘾了，我不会换呀，可是不会换，我学着换，怎么能换这种东西？请你摸索着换，哎，我枕头怎么被你扔地上了？哎呀，你的枕头不用枕，不枕也罢，我这个枕头好枕些。咱俩现在是角色互换的状态啊，你说这话平常是要挨揍的。我有这么对你吗？啊，我有。你说呢？这咋办？把灯打开。你态度给我放端正，现在我是你，你是我。我平常是什么怂样？开一下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样子，我更怂。开一下灯。自己开。被子我真不会换，被子你来换，我真换不了。谁不是一开始一点一点学的呢？我换不了。你为啥换不了了？我不太大，我不会换，我身体支撑不了。不开了，来，过来帮我换。我不。真的吗？哪有，我怎么换呀？我教你，你就抓着被子的两个角，然后整个人钻进去就完事了。钻进去？就是你拿着两个角嘛，然后钻进去嘛，然后把两个角固定了，然后你再出来，两个角一滴就。我人钻进去吗？对呀。啊？对呀。呀，他这没有开口，他这个没有开口。这可能是个傻子。哦，这玩意儿。那说的是人话吗？被套没有拉链，哎。这个是对对对对。转两个角，你把脚抓住了。抓两个角。对对。然后钻进去啊。对，然后整个人钻进去，找到这个被套的两个角，给对应上。啊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你个变态！哎呀，找不到，在哪儿啊？脚你在哪儿？脚在哪儿？帮我找一下。你往边上找啊。是这个吗？啊，这不就有个脚吗？啊。小鬼魂。哎，我找不到另一个脚了。是不是让你拿着进去啊？你这不拿进去吗？啊！怎么办？你来弄吧。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可是换了三年的被套啊。你来弄吧。哎呀，我不会呀。自己来。2 hours later。哇，行，不难为你了，就这样吧，啊，就这样吧，铺的还行吧，好吧，所以以后要对妈妈还有你老公说成什么呀？